好，大家晚安。OK，那今天最后一堂课了嘛？那我大概有帮大家整理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哦。那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是这个投影片呢会给大家啊，影片也会给大家。所以如果等一下不小心真的太快了，那都不用担心这样子。那希望今天加上秋天的帮忙啊，应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。好，那。今天其实会带给大家，就是除了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一开始怎么找到自己定位，哦，加上我们上一次讲了非常多的很重要的技巧嘛，哦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哦，就是包含了就是你去设定你的这个受众，跟甚至说，哎，你怎么样设定让这个看的人哦，这些观众哦，他愿意能够照着你这篇文章。啊，你希望他们走的叫做，今天也会讲到叫做行动呼吁哦，C to A，啊，就是 CTA，就是那个 call to action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重点哦。那今天大概就两大重点，不过会稍微比较细的去带大家去了解哈。第一个就是写出好标题。好，那哎，各位，我确认一下哦，就是右边的这个会不会有任何的黑幕会挡到投影片，会吗？大家可以帮我打一下字嘛，确定一下会不会啊？不会哦，OK，好，感谢你们。所以其实各位，标题其实非常重要哦，因为标题就会决定对方会不会愿意，会不会想点进来看，对吗？那当然啦，再次强调，如果各位你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你其实只是想要。疗愈到自己，然后你只是想要写日记给自己看的话，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标题啊，或者说等下讲的其他的内容，或许你可能暂时还用不到啊。不过我也蛮鼓励大家，就说我们可以一起精进这一块哦。那当然我想要再次跟大家讲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写作的重要性，不管是文章啊，或是现在出好多书哦，都是在讲写作的哦。那大家在这种。疫情之后很神奇的是，写作再次被重视。那为什么会重视呢？是因为我们因为疫情嘛。那其实这个行动商务、行动这一块，就是可能是手机或是社群媒体啊，越来越兴盛啊。那社群媒体不外乎你就是看影片嘛，看图片跟看文章，对啊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代表其实我们的写作能力呢，其实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能力这样子哦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荣幸能够大家就是讨论这个写作这一块。所以呢，当然也很想鼓励大家，就是能够持续养成这个习惯，甚至把这些的干货、这些的这个好方式学起来哦。那持续的练习就越来越熟悉。那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你如何写出一个好标题。那标题可以快速抓到他们读者的那个视线，也可以提升他们点进来的意愿，对吗？好，那大概会讲几个技巧跟几个方式。好，那第一个叫做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写了这个文章，好，你想要写给什么样的受众看？那我记得上次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这个，那所谓的受众呢，就是。可能要更深的去定义，就是说他的年纪啊，或者是他是你想要针对什么样的职业，或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哦，那根据这三个来看，你会比较知道你在写的这个重点可以往哪边去放。哦，为什么这样讲啊？比如说，坦白讲，你看哦，光是年纪，年过50的跟刚毕业的，其实他们在乎的应该就不一样，对吗？哦，大家应该同意吧？那职业一样啊，你觉得就是可能是科技业的工程师跟这种比较自由的设计师，那他们在意的可能不一样。哦，那像状态也是啊，哦，可能今天是这个是想要瘦身跟想要加薪的，那当然是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其实我们要先理清楚，就是所谓的阅读者他们到底的身份是怎么样。那如果我们更精准的去抓出这些读者。好，所谓的受众，那其实你在写的过程中就比较会有一个画面，是你在写给他们看的。那很神奇哦，就是当你心里想的是你写给他们看的，那其实他们来看的机会就会很高哦，机会就很高哦。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它的妙用之处哦。那
所以还蛮鼓励大家，可以去设定这一块。那其实就算各位，如果你今天是可能是经营，不管是社群媒体，或者是你甚至是有拍短视频啊，甚至可能已经走到抖音了，因为这是之前是 FB 嘛，后来 IG，那下一个会夯起来的就是抖音这样子。那尤其他们现在有一些的这推广的好处了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他们想要让抖音起来嘛，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做一些的创作，你要起来的几率会比就是其他的高很多，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不管各位你现在在用社群媒体，你的经营你是想要走哪一块呢？哦，都还蛮鼓励大家，这个技巧是都可以用，不管你是图片、文字或是影片哦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讲的是文字的部分。哦，那这个哦，新闻有说月光族变多，也多了很多的部落客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其实现在每一个人影响力都是很大的，所以各位你们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哦，不要小看自己。就是你不管是在透过社群媒体也好，或是你透过每一次小小的利他、小小的帮助别人，这样子的滚动其实都会帮助很多。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包括像阅读这块也是啊，就是我在去年开始年底开始做这件事情。那其实坦白讲，在各地没有到各地都行，每次讲的各地有几个县市呢，我都有就是去这个阅读团的部分哦。那真的也很幸运啊，就是过了大概10个月哦的时间，那现在其实各地的阅读群组里面其实都有。台北啊，然后新竹、台中跟彰化这4个县市，都最少的也有30几个人，那最多的有到70、80人这样子。那你看哦，这都是源自于当时的起心动念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就是越做越好。那当然也很感谢是当中真的是同频共振，然后来了非常多，就是这种磁场非常合，然后也有一样的理念，所以。其实坦白讲啊，那个关键呢，其实还是来自于你怎么去输出你的想法，然后你去行动。那其中其实话说回来啦，还是跟写作有关，因为这当中的过程中，不管是写文案啊，不管是写活动的文案，或者写就是文章，那陆陆续甚至群组的经营也是有很多的文字，对吗？所以这真的很重要，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哦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，这是第一个技巧。再来第二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能够加入引发情绪的用词。那为什么情绪这个很重要呢？我相信各位，其实在场各位蛮多人也有参加那个吸引力法则啦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一直在强调情绪对我们的正向帮助是很大的。那文章也好，影片也好，其实一个文章会好，或是一个演讲会好，都是因为这个主讲者，或是这篇文章，或是这个影片，它引发出你的情绪起来了。不管是引发你的感恩，或是引发你的这个开心、很愉悦，总之就是引发你的情绪，你就会特别对它叫做我、哦、好有感哦，好有感就是引发情绪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其实这边有帮大家写下几个哦，就是好奇的情绪、警惕的情绪跟信任的情绪，大概有这几种方式哦。那其实今天可能也没办法带着大家实做了哦，但是因为投影片会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，就是。这些的字眼呢，到时候各位在写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把我这个投影片拿出来，然后去对应一下，就对应一下说你要写的东西怎么样有点像照样造句的方式先试试看。哦，那当然，我们其实想要把每一个能力去让它卓越的话，哦，其实先模仿再创新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哦。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，真的引发情绪会让读者产生一种。这个哇，这个文真的跟我有关的，而且好像很重要，或者好像很实用。那当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会点进来嘛，甚至他会想要转发，想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嘛，因为他觉得很棒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些标题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哎，真的，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看 YouTube 啊，或是滑那个文章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要被这些字，就是标题吸引，对吗？我们就会觉得，哎，看一下，哦，到底他想要讲什么这样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虽然我们今天教大家是标题的这个技巧哦，不过还是想要鼓励大家，就是说这个内文的这个优化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因为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就那个我们都有在用 LINE 嘛，哦，那 LINE 它的那个新闻的部分，就是有些那种标题，就是你看了也真的很想点哦，但是
点进去之后，你就觉得天哪，这个记者真的就是乱标一通啊，或者是他讲的内文跟标题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样。那其实反而当下会有点生气哦。那记者，你看我也不会去查这记者是谁，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是社群媒体，大部分都是认识我们的嘛，所以就会有影响哦。所以就是鼓励大家、哦、这件事情，哦，引发情绪的用词哦，不要让自己太逻辑太。这个叫做太死板、哦、那就透过以上这些的方式就可以帮助。那在技巧三，如何增添这个说服力呢？那说服力其实有时候就包含几个关键。第一个数字、哦、其实蛮多人喜欢看数字的、啊、比如说就说哎、比如说像写作的话就说哎，懂这个技巧可以让你的这个点阅率提升 70%， 这样类似像这样、哦、那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啊，但是我就会想点，知道吗？我就想，哎，那看一下、啊、是什么技巧啊？我也想要让自己写作更厉害嘛，那提升70%好像也不错啊、哦。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数字，那当然啊，坦白来讲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想这个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会也很好奇说，那70%哪来的？怎么知道是70%？但就觉得啊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就是有用是最重要的嘛。重点不是是70%还是60%嘛？那再来就是说。运用一些关键字，有时候有些关键字人家有点喜欢嘛，比如说这边有举例，升迁、减肥、哦、脱单、哦、等等的、哦、这些的字眼、哦、其实就会哎，可能假如说最近期特别想升迁的、哦、就会想要哎去找嘛，所以看到就算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，也不知道内文写什么，比如看到升迁就想要看一下嘛、哦、那减肥也是一样的道理、哦、先不管它健不健康、哦、就先看一下再说呵呵、哦、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增添说服力的方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把这边很好玩哦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关于身份、有关于情绪、关于说服，对吗？所以再帮大家重点整理一次哦，身份有所谓的年纪、职业跟状态，对不对？好，情绪又有所谓的前后对比，可能反驳啊、反面啊、揭露恶果、保证功效跟身份站台。哦、那刚刚说服又有数字跟关键字，所以我们来看哦，大概举几个例子，那大家就是可以一起发想啦，我们一起做练习、哦、大家看到底下一个叫上班族的职场学，想升迁你必须逆着同事、这样做，或是瞒着同事这样做。那各位有没有上班族是什么职业嘛、哦诶？就打中上班族 哦然后这个反驳认知嘛，就是哎，你必须要瞒着这同事这样做，就是有一种就是会引起你好奇啊，也会违反人性嘛、哦、想升迁，升迁就是关键字。或者是底下来看哦，比求月老更有效，想找到好对象必备的三种心态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是不是就会对应到说哦，他的这个状态哦，是哎想找好对象嘛哦，那。这个就是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写那个标题，我们可能点进去看哦，我们真的会学到很多。但是坦白讲，其实有很多文章它是很有价值的，但是它可惜的地方是什么？可惜的地方是它很有价值，但它的标题没有耸动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嗯，就是还好。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滑很多的文，所以在滑的过程中，坦白讲，其实我们也会过滤很多。所以想跟大家讲说，如果我们写一些文章，那点阅率或是按赞数没有那么高哦，就是不要太伤心哦，因为这很正常，因为你每天也是划过很多人的文章啊，你也不一定有点嘛，对吗？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过程啊，所以就不用太往心里去哦。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理解哈、哦。那当然就是叫做最高 CP 值的练法哦。健身小白必做的五个健身房器材，大家会不会想看、哦、好像 很不错嘛，就是必做 OK 哦。然后可能你也刚开始练嘛，就毕竟没有人健身喜欢，就是很累，然后却没效嘛，所以 CP 值一定是很多人喜欢的。哦、或者说30岁以前不戒除这些习惯，哦，将让你的人生从此暗淡。哦，有没有他的押韵哦？习惯暗淡，有没有？哦，那就是讲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感觉？就是哎，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来看啊，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棒的文章，或是我们
曾经划过很棒的标题啊，只是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就是用，就是点进来看而已，可是我们没有去研究他是怎么写这个标题的。所以呢，其实坦白讲，这个有蛮多这类的资讯啊，那我就不一个个念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刚刚以上这三个元素，大概去设计一下，你觉得哎，你想要打中谁哦，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规划，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标题就还蛮不错的。OK，那如果大家没有这个习惯啊，那你就可以学会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就是滑你原本在滑的 FBIG，然后看你原本在看的这个网站啊等等都好，但是你试着去挑出一篇的文章，然后运用今天讲的这个技巧呢，然后去练习看看它是把握了哪一个要素，然后甚至你去重组去写一个新的标题，看看会不会比它更吸引人啊，甚至你可以问你的朋友。啊，如果你的朋友，当然了，如果，你不知道问谁，你就可以问群组内的，就是你可以丢文章的内文，然后就是写两，就是打上两个标题，啊，然后就问问看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标题这样子，啊，那这样也可以啊，就是好玩嘛，就是一个练习，啊，那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啊，就是我觉得在练习的过程中，真的切忌玻璃心啊，因为我们都不擅长啊，我也一样啊，我又不是作家，那。我不擅长是很正常的啊，你我不，而且我也不是这个职业的啊，那不是很正常的哦。所以各位练习才会成长哦。那所以所有很多熟练的人都是用练习累积来的，OK 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哦，如何设一个很棒的标题哦，就讲到这边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就来看那如何写出一个能够去让这个行动呼吁。更怎么样？达成率更高的哦，行动呼吁刚刚有讲，就是 call to action 哦，就是让读者看完贴文之后，他会心动，而且还会愿意马上行动哦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写的文章，你是关于一些行销，或是可能关于一些个人品牌的部分哦，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你的诉求，或是你会希望读者他们去做什么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我提供五种，就是很棒的这个方法哦。那这很棒的方法一样哦，大家就可以稍微，到时候就投影片给大家嘛，所以大家就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去练习。第一个就是温暖鼓舞法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就是很适合那种讲话很温暖啊，然后就暖男啊，或是女生我不知道暖女嘛，应该没有吧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也一样很温暖的人，他就像。他就像太阳一样，就是很关心别人，然后你就觉得跟他讲话就是好舒服哦。那如果你是这样风格的话，你就很适合这个，就是温暖鼓舞法这样子。哦，这边有讲啊，美好的明天就从今晚早睡开始。哦，这哎，我就觉得很棒啊，看得很舒服，不会那种很刺激。有些那种很刺激，就觉得哦，看了心就会揪一下，这样就觉得，所以这个很不错。OK，温暖鼓舞法，再来下一个，理念呼吁法。那理念呼吁法呢？它很适合那种，就是你是很理性，然后甚至应该说也未必理性，但是你是那种很重视价值观的，然后你就是对于你自己要什么是非常明确、也很知道的，所以你很知道那个理念，你为什么做，然后你每一步都很清楚那个为什么，那你就可以试着哦，用这种就是理念呼吁法。好，那这种就像底下有讲，就是说，哎。如果你珍惜每一条生命，那请参与，我们请参与我们每我们的爱心义卖，其为浪浪努力哦，这个就是为流浪狗去写的一篇文章嘛。那所以这个理念呼吁法呢，其实也很棒，它会去号召那些有一样的理念、一样价值观的人，这样子。OK，这是理念呼吁法。好，再来呢，好处强调法。好处强调法当然啊就很清楚啊，就是去强调说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，或是这边有讲哎，可能产品的好处是什么哦，都可以。哦，那就是告诉大家好处，那然后教大家怎么去做哦。那有些人也会因为这样的好处，就会想要，比如说像4个小时的 IG 经营课，可以帮你省下1年的自行摸索时间，哦，打造最持久的成长策略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哎，省下1年？4个小时跟1年就有一个对比了，
然后这个对比就会让人家觉得，哎，蛮心动的。哦，OK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好处强调法，我觉得这也蛮有效的。再来是延伸发问法，哦，那主要就是说透过去询问读者的未来规划跟延伸应用，哦，那去引发大家去思考跟回应。所以这种也是尤其社群媒体非常爱用，因为就是底下人家会留言嘛，那就会让这篇的文章就再次被曝光这样子。那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用社区媒体在做行销的话，那这个方法或许真的蛮适合你的。最后一个叫做避免损失法哦，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常见的方式哦哦，比如说像最近五倍券蛮夯的嘛哦，绑定五倍券，限量500元好时券送完为止，有没有？就会觉得哇，赶快啊，要赶快，所以 call to action 哦，这个就是效果。蛮好，OK，所以各位这五个方法，大家可不可以帮我留言一下，你最喜欢哪一种？或是你打算用哪一种都可以。哦，我再帮大家回顾一下哦，你就打一二三四五好了，不然你会打字打太久。温暖鼓舞法，理念呼吁法，哦，二是理念呼吁法，三好处强调法，四延伸发问法。五，避免损失法。各位，你可以打下，哎，你喜欢哪一个，或者说你接下来你想要走哪个风格都可以。好，这边我看到二一三啊，一哦三，OK，还有吗？大家还有吗？还有想要用什么方式？OK，三跟五，OK，好哦。那各位，你就是找到你喜欢的方式，找到适合你的方式，这是重点。哦，所以。不用，因为其实整个每个方式都有不同的人他适合的。OK，好，那再来，我们这五个呢看好之后，好，接下来呢再带给大家几个金句。各位有没有看文章都很喜欢有一个金句，对吗？哦，其实包含了各位，如果你有在录影片啊，或是有在就是做任何事情，我还蛮建议啊，就是你可以留下一段金句，我觉得不错。好，那这边就可以看到，就是哦。第一个就是没有怎么样，只有怎么样。哦，人生没有做不到的事，只有不肯行动的自己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造句。那这个就很适合在这个贴文的倒数，就是放在这个后面，然后去把这个氛围渲染起来，这样子。那或者是说，也可以就是在它那个倒数大概会放在是。你希望他们做什么的前面这样子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就是大概倒数第二句，因为最后一句就是你希望他们做什么。好，那另外就是多数人怎么样，少数人怎么样，这个也不错。与其怎么样，不如怎么样，哎，这个也很常看到哦。哦，什么不可怕，那什么才可怕？所以各位，其实你整个写文章啊，如果你在结尾的部分啊，你先把握刚刚的 CTA 哦，就是这个行动呼吁。最后一句是这个，然后在前面再加上一个金句的话，哇，你这篇文章其实就蛮完美的，然后记忆点也很高，人家都记得你想要讲什么这样子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行动呼吁的部分。好，那 OK，所以最后呢，其实跟大家讲就是说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堂课了嘛，那其实很鼓励大家，就是希望这三堂课其实已经尽量的。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基本的，然后也是大家好上手，就是毕竟各位，如果你今天只是并不是要成为作家，你只是想要把你的社群媒体更有质感，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工作当中，在这个 email 的沟通的过程哦，其实是可以对你更有帮助，或者说比较不会说哎写着写着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得罪别人哦，那其实这个写作就会对你很有帮助。那接下来就是请大家帮忙的两件事情哦。第一个就是能不能今天呢，你听完之后分享心得在这个写作的群组哦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的地方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透过那个这个实作当中，能不能请大家照着这投影片去实作练习看看。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能不能把你练习的东西放在群组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坦白讲，我其实也会希望
这三堂课是对大家真的有帮助的，我不想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当然，我也很用心的准备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也希望是真的有帮助这样子哦。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对大家的行动呼吁哦，OK 啊，真的行动呼吁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最后的话就是，当然很开心啊，这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内容。那大家也都可以追踪我，就是不管是 EG 上的这个活动，然后你可以按追踪，那就可以 会有通知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加我的 IG、哦、那 IG 我近期开始有比较认真的在经营，然后有在这个希望透过社群媒体去推广这个个人品牌，然后甚至推广就是自己很喜欢的概念，不管是这个吸引力法则，不管是什么写作等等这一系列的，我都会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社群媒体让影响力可以扩得更大、哦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左下角这是我的这个 IG 的这个条码，那跟我的代码是这样，所以这个 IG 跟 EG 的代码我是设定一样的、哦、所以都是 S210-48、哦、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再多交流。那很开心哦，就是走到最后一天了、哦、那这个时间也抓到刚刚好、哦、那希望就是我们能够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堂课讲就是我们能够一起用这些的文字，这些写作的力量，是给社会更多正面的能量，然后更温暖的力量，这才是写作的真谛、哦、所以希望我这个初衷仍然没有变、啊、就是你不管未来可能是、开可能演讲说话这块的、工作坊或是写作或是社群媒体都好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当中学到东西，并且再去发挥你的影响力，然后能够帮到更多的，因为我们总是相信你总是认识我不认识的人嘛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这就是这当中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的地方。那最后就是很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、哦、那如果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再做交流、哦、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那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晚安、哦、Grace 晚安拜拜， Kiki 晚安拜拜，如如怎么打六个点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喂，晚安，拜拜。哈哈，哦，如如晚安，拜拜。Sky 晚安，拜拜。OK。好，大家晚安。